玩家365频道，你好，我是 Elena 王立斌。玩家都到马来西亚系列，这一期我们要到雪州的嘉义。我们同时也要感谢阿哈白咖啡盛情支持我们这一期的制作。一般上我们讲到嘉义，大家都会只是想到 Sadie。其实嘉义是雪州第二古老的城市，早年因为橡胶和西米而发展成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中心。今天旅游玩家杂志要告诉你十个你必须知道的嘉义。第一，嘉义四爷宫，凡是有西米的地方就会有四爷庙。嘉义四爷宫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了，它就在冷叶河边。那据说早年先贤上岸的时候就从庙的前面上岸的。在四爷宫里面就有一个历史文物走廊，在这里你就可以了解到嘉义的历史。在四爷宫的旁边呢有一个戏台，戏台的前面是一个美食广场，这里有两个摊子，一个是印度美食，你可以吃到印度炒面、印度巴生波，还有呢全豆。另外呢在戏台的下面则是华人的竹草摊子。配合一月份的走读嘉义系列活动，我们在戏台上也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玩转雪州摄影展，这是第一次你可以走上戏台来观赏这个摄影展。二，正方室，在四爷宫的正面就是正方室，在正方室的舞台前面以及沿着河边的围墙上也进行着玩转雪州的摄影展。整个二月欢迎你到四爷宫和正方室来祈福，同时来观赏玩转雪州摄影展。三，乌鲁冷叶社区文物馆，这个文物馆是由李成金老师，我们冠称他为杰古利所成立的。当你来到嘉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先到文物馆来看看，从这边你就可以更了解这一带的历史以及它的文化底蕴。在文物馆里面收藏了很多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这些文物都记载着嘉义的繁华岁月。文物馆目前是由杰古利的儿子李腾所管理的。那如果你要拜访文物馆，或者是要参加嘉义的历史导览活动的话，一定要提早预约。四，嘉义邮政局。嘉义邮政局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它的特色是底下是英式建筑，而上面则是马来式木板建筑。五，嘉义的第一排瓦砖店屋，这排瓦砖店屋就在加兰登啊。而如果你来这里看的话，你会发现瓦砖店屋前面的五角机跟一般大概五尺的五角机有点差别，它只有三尺左右。六，老行业，目前在嘉义值得看的两家老行业，第一家是广生和。广生和早年是属于杂货店，而目前已经稍微转型成为饼干店，而这个饼干店里面的橱架还是保留着杂货店的样子。而各两家就是广济堂，广济堂则是一家老药行。来到老药行，你依然可以看到早年留下来的白纸柜，还有老保险箱。七，Subramaniam Swami Temple。 Subramaniam Swami Temple 是雪州最古老的印度庙宇之一，有很多的信众前来膜拜。当我去拜访的时候，当地的负责人有告诉我说，目前呢，他们有点缺乏建筑基金，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资助。八， Church of Holy Family。 Church of Holy Family 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它最新的这座教堂呢可以容纳约3000人，而它的周围都是大大片的彩绘玻璃，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看。九，福建会馆。福建会馆是一间独立式的英式洋房，早年是富商刘志国的家，目前依然保留着古式古香的装潢。十，沙爹与辣汤。我想讲到嘉酱美食，大家一定会先提到沙爹。那沙爹据福建话来说就是沙爹，就是三块肉。那一般上最好吃的沙爹呢，就是前后是瘦肉，中间是肥肉。而辣汤也是来到嘉酱必尝的美食之一，它的辣不是辣椒的辣，而是胡椒的辣。那除了这两样美食以外，当然嘉酱还有其他的美食要你自己到这里来探一探了。以上就是玩家365频道为您推荐十个你必须知道的嘉义。
当然现在嘉颖已经没有洗米了，在鼎盛时期总共有十多个锡矿湖，而这些废锡矿湖目前只剩下半个，这半个锡矿湖就在洗米山。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废矿湖打造成洗米山湖景休闲公园。希望你喜欢我们的分享，请订阅玩家365频道，多留言多分享，也记得按下小铃铛。如果你想要有更多的旅游资讯，也欢迎你阅读旅游玩家杂志。